今年49歲噶啦，過咗生日。咁但係如果一講起我有個仔啊，咁樣個仔大學畢業啦，已經做緊嘢啦，咁樣咁啲人就會開始喺度討論我啲年紀咯。好後生生啊，你未成年媽媽。我好中意話俾人聽噶，因為我見到啲人嗰啲即係嗰啲嚇親樣咧，我覺得幾過癮。最近 Ivy 出書講佢嘅養生心得，佢仲指兩年前嗰陣做過測試，話自己體內年齡得33歲咋。成日都有人問我嘅冬令秘訣，咁你係咪做運動就可以咁後生啊？你食啲乜嘢啊？咁樣適量嘅運動，你過量又係唔好嘅。跑步又有啦，因為跑步係真係最簡單啊！你一粒對波鞋就即刻落得街啦嘛。自己如果喺屋企喐嘅就鋪張瑜伽席啊，咁啊有時可能會拎個啞鈴咁樣輕輕舉下咁咯。合適嘅飲食，夜晚黑就唔食飯嘅啦。Enjoy 個好好味嘅藜麥溝牛油果，加埋個溏心蛋。心情係啦，你要懂得點樣去為自己舒壓啊、減壓啊，冇人氹你開心都好啦，你要懂得氹自己開心咯。雖然現時 Ivy 身形超 fit， 但原來佢細個嗰陣體弱多病，又唔多中意做運動，直至個仔大過咗，佢覺得係時候將心機擺翻自己身上。自己係有一個警醒，既然而家有時間啦，可以過自己嘅生活啦，咁就不如自己去pick up 翻自己嘅身體啦，無論身體啊同埋情緒啊咁樣。最初係揾好多興趣，打開一次 boxing， 哇咁過癮，因為原來令到個人係直頭好似覺得身心舒暢啊咁樣。嗰輪係做運動做得最密嘅，咁啊跟住又同埋拳館嗰啲師兄弟咁樣一齊去跑步啊，咁啊跑跑下自己又走去參加嗰啲10公里。其實運動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有用嘅工具咯，佢呢個工具又會令我情緒變好，又會令我覺得自己靚咗，同埋運動係好公平噶嘛，你真係做幾多，你喺呢個身嗰度你係見到嘅，或者事業啊、金錢啊呢啲都未必係自己可以完全控制得到嘅，咁但係你自己個身體，你好好地咁去對佢，你食啲咩落肚，為佢付出過幾多汗水，公平啲咁去展現到俾你睇，所以我中意呢啲感覺。自此佢建立咗自信，周不时做 model 影相。前年佢仲参加咗几场健美赛事，更加拎到第二名添啊！有一次咁，佢话你得咁样，真系得，我好咯，试下咯咁样。自己就不嬲都开放嘅，唔会介意。即系如果我介意嘅话，我直头唔会去玩影相，唔会去比赛啦。我到依家我都仲听到人讲，哇！如果系我老婆，我唔俾噶啦。咁我心谂，哇！你老婆都几惨，边度可以满足晒全人类啊？呢个世界系咪先？唔會啊！咁你成日要諗住要滿足曬全世界嘅話，辛苦嗰個係你自己咯。我而家好開心，講真，即係我好中意今時今日嘅呢個自己，更加肯定做人，尤其是做女人添。你唔好太有局限自己，即係要自己錫住自己，原來係緊要過一切咯。